很开心能够来到这里跟大家见面，为你呈现这首轻歌妙曲，也祝大家今天晚上过个愉快的晚间。是的，那我们呢今天呢也看到很多的嘉宾来宾啊，那我们的千红是来自我们平内的好朋友的啊，被骗了嫁来新加坡了，又骗了啊！哇，那平内跟新加坡说近不近，说远不远哦？对对对，如果驾车就很远了，如果坐飞机不会远。啊，如果那当地来知道嘛是变强变厉害了，哇，够强！啊，够强！哎，你知道求救的时候是很难的啊，求救啊！啊，对，如果被欺负的时候要打电话又远哦。哎呀，如果要叫他们过来的话，坐车又远，搭飞机又要等。欺负你就打电话给阿侯就可以了。所以我现在天天去健身哦。哦，是。不会啦，就因为老公那么爱你，对不对？那也会欺负你。但愿如此。可以啦，可以啦 ，OK 的啦 ，OK 啦。好，那我们的千红呢？贵言呢？哎，这个音律比较广哦，哎，歌唱较贵啦，安尼款，较大声啦吼。哎，但是不要紧啦，他唱的歌呢，每一首歌都是呢非常非常的高难度，所以现在大家比较有时唱这个时间吼，啊，因为大家还没开始吃物件，是啊，所以吼，我要全神贯注听你咧唱啦。我们新加坡的最受欢迎的艺人之一了哈，每一天的歌台都能够看到他，就让大家呢一起来洗耳共听您的好歌好曲啦。第一首歌为我们介绍香瓜，第一首歌不来求广东歌，哎呦广东歌终于听广东歌的朋友有没有拍手做吗？广东人啊，广东人啊，得闲拍手啊，应该有啊有啊，阿伯吃啊阿伯吃啊，无啦无啦，我咧切贵，我咧切贵咧啦。算第一首来自 Beyond 的广东歌曲《光辉岁月》。光辉岁月，哎呀，难得有一首我会报华语的歌名的。光辉岁月，我们掌声鼓励欢迎永清红，永清红，永清，永清红。光辉岁月，欢迎大家，谢谢我们大花大乐队。
真的是给你掌声。谢谢。